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yeah, yeah, yeah. I work hard every day, yeah, yeah, yeah. 又一个贪官和 LDQUO 倒了和 RDQUO。 11月18日，海南政法网发布的一条消息显示，原海南省农垦总局局长郑听喜杨思涛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33,827.73849万元，其中收受23,699.7458万元未遂，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滥用职权致使国家经济损失1,234.151万元。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 3.38 亿的受贿数额已公开可查第三高。杨思涛是谁？11月18日，海南政法网发布消息称，杨思涛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经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审理。杨思涛原系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海南省农垦总局局长郑听喜曾任澄迈县政府副县长、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长兼老城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澄迈县委书记，中共海南省第七届委员会委员。被告人杨思涛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贿赂共计33,827.73849万元，其中收受23,699.7458万元未遂，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滥用职权致使国家经济损失123.415亿万元。 3.38 亿是什么概念？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阅资料后发现，目前公开披露被认定受贿数额高于这个数字的全国只有两人，一人是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张忠生。去年三月，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忠生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忠生被判处死刑。法庭经审理查明，张忠生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煤炭资源整合、项目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所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 10.4 亿余元。另一人则是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邢云。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邢云直接或者通过其近亲属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4.49 亿余元。杨思涛的受贿数额超过了近年来接受审判的一些省部级贪官的受贿数额。2019年11月7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常委陈刚受贿一案。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其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29 亿元。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获取矿权、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2.47 亿元。此外，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还注意到，在杨思涛 3.38 亿的受贿数额中，
有 2.37 亿。被标明为和 LDQUO, 未会和 RDQUO,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记者发现，从此前案例判，被判定为和 LDQUO, 受贿未遂和 RDQO 的，一般是最终没有和 LDQUO, 到手和 RDQUO 的汇款。例如，在芜湖市驻北京联络处原主任孙平受贿案件中，一名上市公司控制人曾许诺给予孙平500万元供其养一老，后因案发并未兑现。最终法院认定这500万元是受贿未遂，曾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根据公开消息，早在今年上半年，杨思涛的和 LDQUO 洛马和 RDQUO 已被官宣。4月15日发布的报道显示，据海南省纪委监委消息，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海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其公开履历显示，他于1964年11月出生，曾在海南省内担任多个职务。2006年，杨思涛任澄迈县县长。208年任澄迈县委书记，4年晋升为副厅级，2012年进一步晋升为正厅级，成为少见的和 LDQUO 正厅级县委书记和 RDQUO。 杨思涛共担任澄迈县委书记长达9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A 股上市公司海南橡胶公告称，海南证监局对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 LDQUO, 海垦控股集团和 RDQUO, 及其时任董事长杨思涛出具了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海垦控股集团与北京华宇瑞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本金和收益进行了保证约定。海垦控股集团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未向公司提供相关信息，未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相关监管规定，海南证监局决定对海垦控股集团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录资本市场诚信信息数据库，要求其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同时，海南证监局认为，杨思涛作为海垦控股集团的时任董事长，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责任，决定对其个人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录资本市场成。